越唱越好戏，越睇你就越欢喜。各位观众，何姐继续为你哋介绍粤剧传统嘅表演行当。今日咧介绍一个个个都笑嘅行当。嗱，戏曲嘅丑生咧好大噶喎，最威佢。点解咧？嗱，原来咧咁样，梨园啊，个个叫啲戏子做梨园子弟。喺唐朝嘅时候，唐明王就喺梨园嗰度咧开个班，大家喺度啊演戏。唐明王自己除咗打鼓之外咧，仲扮埋角色嘅。佢扮啲咩角色啊？哦，就画块豆腐润嗰度扮丑生啊！自此以后，戏曲界就将唐明王奉为系戏曲嘅始祖。吓、啊，除咗粤剧啊，其实中国好多地方都话老郎，老郎系始祖，老郎神就系唐明王啦。因为佢扮过丑生，所以丑生咧喺戏班咧系第一嘅。吓、啊，无丑不成戏，所以丑生系最大嘅。咁咧，哇！喺戏班好，喺边度好？以前粤剧界都红船好嗱，丑生唔使执位噶，丑生个位规定喺度，最靓个位系佢嘅，最大佢嘅嗱，所以丑生咧唔会睇低佢啊，系嘛？好犀利噶，以前六柱仔都系啊，头嗰个就武生，尾嗰个就丑生，系嘛？呢个叫头尾名，几犀利啊！你话，所以咧丑生唔会睇小佢，先去睇丑生嘅戏先。你唔好喊啦！
啊，你自己都咪喊至得噶。咁我哋唔喊咯。你真系唔喊啊嘛？唔喊咯。真系唔会喊啦嘛？唔喊咯。你唔喊，咁我都无谓再喊咧。系啦，你哋一何会弄成今日呢？大哥啊！Cheers!
话你从今之后你咪再到啦，今日我立人啊哼，就烂啊事，我就翻啊，去呀人啊归，换啊老弟仲打人啊，我越啊想啊越啊嬲。
粤剧嘅丑生同全中国戏曲嘅丑生都一样，就系咩咧？喂，叻！我先讲点叻法嚟啊！粤剧喺三四十年代，我哋讲有五大流派：薛马龟廖白，薛就薛国谦，啊，马就马思曾。龟就龟名扬，系嘛？白有人讲话系白居正，有人讲白鹤堂，系嘛？廖就廖合怀。嗱，呢五个人之中，有四个系丑生出身，演过丑戏嘅。先讲薛国谦，薛国谦出身做咩？做丑生噶，做到三百着，嗰套时装戏嚟嘅。啊！佢演出嘅时候咧，佢突然咧唔觉意一跌喺度，碌个前滚翻，碌咗喺度。佢哋靴咧啊，抛咗空中。咁佢一碌喺度咧，唔识起身，只脚撑住喺度，咁冻住喺度。跟住靴啱啱笠翻住佢只脚。哇！啲观众话咁好嘢，好嘢喎！呢个僆仔咁。咦？佢见观众鼓掌话好嘢喎，翻屋企佢就喺张床度啦，一碌嗰度就踢上去，就成日练只脚点撑得住。诶，无意中嘅一个咁嘅技巧，俾佢练成自己嘅绝招。嗱，佢系丑生出身嘅一个令王，第二个更加唔使讲啦，马思曾更加系丑生出身啦。乞衣后，呀呀呀，嗰啲呀呀呀，嗰啲呀呀呀呀咁。嗱，后来佢唔做，就做关汉卿啊、秀书院啊做书生啦。但系佢系丑生出身嘅，佢最有名嘅首本戏系咩啊？虎凤庚年啊！做乞衣啊！嗱，呢度讲开咧就好大段古嘅，等阵先同你讲啦。再讲白居荣，白居荣咧系小生王，晚年咧双眼失明，做唔到小生啊，做丑生。嗱，有名嘅戏官啦、啊、选女婿啦、啊，喂，呢啲好有名嘅丑生嚟噃，佢咧睇唔到，能够用声音、用唱腔去塑造形象，一绝。丑生一绝，仲有一个廖合怀本身就是丑生啦。廖合怀咧个面系狗旧嘅，靓元亨徒弟，个个叫个花名用咩啊？潮州金啊，啲潮州金一搞咁夹出嚟噶嘛，系咪先？又话佢个样丑，但系呢个人咧圣人嚟嘅，点解叫圣人啊？好自律，冇嗰啲旧戏班艺人嘅陋习。佢最中意咩啊？叫啲徒弟，佢生日你买啲书俾我啦，睇书最中意。佢嘅首本戏咧，而家流传落嚟咧，就有一套叫做《花王之女》，仲有剧团做嘅。其实佢仲有一套首本戏啊，几十年前啦，成百未够一百年啊，就开始做嗰套咩啊？嗰套叫穿越剧，我哋而家讲叫做啊咩啊？甘地回世事，甘地系印度嘅一个民主斗士，西施啊，我哋几千年前一个美女，点会回西施呢？嗱，我哋嘅丑生就可以咁穿越嘅。唔好讲咁多嘢啦，啊！我讲咗五大流派，四个丑生，先去戏睇戏先。乜嘢事？老爷，咩事？刚刚收起放告牌，就闻堂鼓响啊！事出突然，难早知，定是明冤刀牙堂明啊？老爷，明冤啊？系系啊，咁大剂。听讲话一句名冤，吓到我就成个戆啊！啊！你哋明知太爷头痛啊，点解唔及早提防噶？老爷啊，防唔到噶。防唔到咩？击鼓鸣冤系有规矩噶。系啊系啊，老爷例牌嚟噶。例牌嚟咩？系啊。好啊，系咁就硬着头皮升堂审案，系啦。圣堂，圣堂，我
传令告状人等到公堂啊！我低击古人上堂。主身襟入衙门，我有些面子。因伤巨骨，打官司就中占便宜，谁怕你啊？入去啦，嚟啊，入去啦。拜天大老爷，牙通。大胆两人入来乱击堂鼓，惊动本官，本当重打四十。太爷，我爱民如子，权将你哋嘅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充实招来。小民满腹冤情，婚姻不遂啊！告婚姻呀、啊、有冇律师、婚姻不遂又甚于杀死人命啊太爷。冇人命案就得啦。所告婚姻何事重实讲来。啊我讲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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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讲完道一个，你讲先，老板叔啊，我要告张天顺佢赖婚啊，赖婚。张天啊顺，佢将女儿，佢陪我婚姻婚啊，形象不形象？哎呀呀，咁就要先打四十。然后再讲嘅啦，岂有似你话张天顺将女许配个人又中途反悔，应该重打四十。人嚟，张天顺打四十，抵打。喂，你做咩啊？喂，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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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四十打完退堂。大爷大爷，冤枉啊！爷，做咩冤枉啊？小人我唔系张天顺啊！喂，乜你唔系张天顺咩？我唔系张天顺啊！切，咁你又话告佢？啊，我唔系告佢。你唔系告佢咩？唔系告佢啊，太爷。我和就确实好惊和。今次打错咗别人，我将翻撞咧。你话若果判死罪啊，叫我点样去？赔偿，好彩打佢四十系小事干一事，事干唔通要本官赔嘢？罪嘢唯有算咗意外中央。你唔系张天顺又叫乜名？我叫吴三丁。你叫吴三丁？你又嚟做咩？我嚟告状咯。你又系嚟告状？系啊。咁你咪原告？啊，我都系原告啊！我都系原告。我系原告。闭嘴！你又系原告？你又系原告？哼！
咁啊，大老爷系被告啊，岂有此理？你话有原告无被告啊，点能成案呢？你哋入嚟乱击堂鼓，惊动本官，应该重打四省。又打，大爷，五三丁就打过啦，仲有黄田未打，有嚟黄田打四省。大爷，要我啊，大爷，打。哎呀！哎呀！四十打完，推堂。大爷，小人当然有被告啦。被告人张天顺现在家中，请太爷传佢到来，秉公判断之系。太爷，我都有被告，被告张何使佢赖婚在家，请大人你传佢到嚟判明此案。喂，乜你两个都有被告嘅咩？系啊，切，大早又唔出声，都未讲完，就先打四十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既然告状，有何凭证啊？有年金八字，红帖为凭啊！情省已过。人来，哎，在将被告人张天顺、张卧士带上来。知道。起啊！无情百事嚼咗一餐。走。生怕进牙堂，死怕见冤枉。怪你贪权势，怪你发展，怪你，怪你，怪你，好受，怪你，入去。拜见大老爷，大老爷，把名报上。小民张天顺啊，民府张何使。你系张何使？你系张天顺？系啊，大人。你哋都算蠢得教官啊！你哋有啊女，吴家留在家中养，即系捉只老鼠，落个米缸咋？为乜你唔着顺义讲啊？你悔婚翻娘，即系更荒唐。张天顺有何话讲呢？大人，我冇唔话赖婚，我系要将个女配俾阿黄田噶噃。喂喂，乜、你冇赖婚嘅咩？冇啊！切，系咁，黄田何故要杀荒？我不准你多言，来乱讲啊！太爷判案。自有参详啊，太爷啊，唔使你出声嘅，大老爷自不然判到妥妥当当。系系，我回头问句，张何使，你把婚姻图赖更不当嘅，现有吴三丁来告你。启禀太爷，我无赖婚嫁，我是要将个女嫁俾吴三丁的嘛。喂，即系你又冇赖婚？冇。切，吴三丁，你因何诬告你哋个母娘？你共黄田一样混账，好在太爷判案有主张。你哋快抬花轿迎亲王啊！嗱，你两个执翻屋企准备花轿迎亲，
你两个马上回去送女过门啊，那就不准胡闹，立即退堂。哎，太爷，哎呀，小文啊，只得一粒女嘅咋？系啊，你一个女话，系啊，一个女咯。你呢？一个女嘅咋？你又一个女啊嘛？系啊，咪啱晒咯，蠢材啊！你哋一人就一个女儿啊，夹埋就两个大姑娘嘅啦。我同佢系两公婆，一女又燕盲配儿罗。系啊，咪住。乜原来你哋系两公婆啊？系啊，咁啊即系两公婆啊生得一粒女，系啊，家阵你嫁俾两家咁啊？系啊，哼，咁你话点搞啊？大老爷做主啊，大老爷做主啊！作主又作得嚟得噶，喂，你话点样判啊？哎呀，老爷，我唔知喎，咁都唔知，正一饭桶。喂，你知嘛？点办啊？啊，系有啦，老爷，有法。小事干啫，小事干，又何须搞到上公堂？嗱，首先就由你两人来啊退让，你哋夫妻翻去就慢商量啊，求其边个好就嫁边家啦。你话太爷判得妥唔妥当咧？哎呀，咁好。咁我就话要嫁俾阿黄田啊，黄家好啊，黄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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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做主啦，啊，我做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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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有乜理由你做主噶？啊，太太都系啊，由佢作主张。唔系男人做主，你做主。喂，咁冇行啦呢个。哎呀，唔得噶。哎呀，太爷啊，我都系唔做得主咯。喂喂，切，真该死，确杀我。太爷权你做主，为乜你又唔敢当呢？皆因佢嘅女儿性情就恐倔强。自己选夫婿，不顺从爹娘啊！女婿都自己选，此风不可长，全佢嚟打死手，啊、惩戒佢嘅嚣张。唔得啊，老爷，唔得啊，大人，系皆因个女尽啊生啊，与我女儿就常来往。系啊，阿丽英佢本无罪，配啊山丁作妻房，不由多咗一个李俊生，越搞就越多花样啦。而家响边度啊？候审当牙堂，你哋立即带佢嚟，快到公堂上啦！知道。唉，啊！
担当，啊，张丽英，啊，李俊生，啊，张丽英，大老爷，啊，李俊生，大老爷，你哋都几登对噶喎。你哋两个嘅眼力都的确唔差。嗱，你睇年龄，你羽红相貌，相上而下。你话唔话娶姑娘，就确系假啦。阿李俊生嘅才貌又都胜过其他啊！哇！识唔识我你？啊！张丽英，大老爷，啊李俊生，大老爷，哈！唔知点解，我一见到你两个咁登对咧，就想起我同我太太啦，啊！我同我太太都唔输蚀俾你哋噶，啊，讲你听啦，嗱，唔系话太爷，我讲升爷家，我哋夫妻就登对，早已成爷家爷话，阿太爷太佢当年。将我为家都皆因我的才貌哗啦啦张丽英大老爷乜你好中骂佢呢大老爷啊才华六岁表真情，姻缘曾定下，大老爷呀，啊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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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一定要嫁他。
定要嫁他。啊，李准生，大老爷，咁啊，即系你一定要娶她噶啦，大老爷呀、啊！我爱她，情非假，爱她攻心子，又貌如花，诗荣关税，全皆话大老爷呀！我一定要娶她。一个系要嫁她，一个系要娶她。好啦，我就将你哋玉成等。落地也退也堂，烧恶通通退出宫嘅啊！啊！太爷，太爷，得噶！我哋个女啊，唔嫁得穷鬼噶。系啊，黎英啊，一于嫁俾我王家。喂，咁你即系抢我老婆啫？我将你打，嘿嘿。公堂之上，岂容你武爪张牙？我武爪张牙，我就将你打！你敢喐手，打就打！嚟啊！嚟啊！嚟啊！呀！抌亲只脚啊！哎呀！喂，呢只啊！唔系我，唔系。哎，阴公。哎，你但管啊，些点啊得佢散，我呢双脚趾遭劫难。女系张家女，与我就无相关。你哋追到我一身汗，逼到我眼坦坦。讲完又是打。分明就与我为难，通通与我烂啊！捆打捆打，打系咪啊？大老爷，唔系啊，唔系啊，真系呢啲唔系噶，大老爷，嫁我噶嘛？佢点嫁我噶？什么原告，什么被告啊？都系你哋自寻烦恼啊！太爷，我就够有冤无路数啦！一于收晒入监，我理得你原告抑或被告？哦，收啦！太爷，走！太爷，哎呀！哎呀，大老爷！哎呀，太太！哎呀，攞命啊，金涛！嗱，以后太太不在啊，下官都不敢再坐公堂嘅啦。人嚟，快啲扶大老爷入后堂。讲起丑生咧，喺粤剧啊，真系好架势嘅，即系个地位好高嘅。以往丑生真系犀利噶，我哋粤剧咧，上五十年代啊，送三个人上去北京去学习班，要学演戏啊，学嗰啲北方嘅剧种，学啲技巧咯。咁选咩啊？一个选花旦，花旦选边个啊？林小群。小生原来想选陈少峰嘅，诶，后来谂下陈少峰年纪可能大啲，系嘛？诶、哎，选咗罗家宝。第三个选咩啊？丑生，你哋唔识噶啦，年纪大一啲嘅，叫个名好得意啊，罗斯，唔系另一啲啊，罗斯，姓罗个罗斯想个斯，罗斯生旦丑，三个学犀唔犀利？传统仲犀利啊！凡亲去一个戏棚度演戏，首先咧要点啊？
在一个台上拿一支笔写着大大的，即啊开锣鼓啦，要唱嘢啦，一个大字，边个去做啊？咁个丑生去写啊，个吉字咧，最尾嗰个吉字下边有个口字噶嘛，千祈唔好埋口，一埋口咧，佢话哎我唱嘢揾食噶，啊收咗口咪冇嘢抢，系咪啊？所以个口字咧唔埋口嘅啊，呢个叫做丑生开笔，只有佢写完嗰几个字。先開始化妝，先至開始可以唱嘢啦。你話丑生幾犀利？即係佢寫完先至可以開鑼鼓。嗱，呢個係丑生嘅傳說，係嘛？舊時戲班係咁噶，而家就唔使啦，係咪啊？嗱，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先，下期再同大家講粵劇嘅丑生。再見。重温本期節目，可以登錄騰訊視頻，搜索越唱越好戲。